又到了教蔡英文的时刻，我们来看看教蔡英文今天要教什么呢？今天要教的是教蔡英文在 abstract 里面又提到了一个大别字，这个大别字在 abstract 的什么地方呢？好，在 abstract 的这一页的下方了哈，我就没有仔细数哪一行，各位去看看，有一个地方呢叫做这个字叫做 general， G-E-N-E-R-A-L， 在今天的教蔡英文时间内我们要教这个字 general， 而在蔡同学的 abstract 里面写成 general， C-E-N-E-R-A-L，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错误。 general 跟 general 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字，C-E-N-E-R-A-O， 我们查遍了所有的字典，对不起，没有这个字，没有这个字，没有这个叫做 general 的字。哦，蔡同学他的这个 general 放在哪里呢？ 放在 table of content，不是在他的 abstract 里面，在论文的 table of content 的第三行， the general agreement of tariffs and trade，这个关税跟这个贸易的一般协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它写成 The General Agreement， C 跟 J 在打字键盘上插了四个键吧， C 上面 DEF， 而且一个是用食指打的，一个是用应该是用中指打的，是完全不一样。如果是打字的高手的话，这两个字是不会打错的，唯一的一个可能就是蔡同学你是用手写的，交给一个不懂英文的人，他只是照打而已。因为 general 没有这个字，没有任何人打到这个字呢，不会觉得说，哎呦，怎么回事？所以那个宋佩文小姐，我的推断就是一个打字员。好，我们来公开征求宋佩文小姐公开自首，好不好？我们会赏你，我们会给你颁给你 1.5 个勇气可嘉的博士学位。你呢，可能就是受托拿了一笔钱帮忙打字，可是因为你大概就是一般打字员，你不知道英文，也不知道内容。所以你才会把 C 把 G 看成 C， 没有大写的 G 啊，因为这个是大写，大写的 G 看成大写的 C， 那就破案了。蔡同学找了一个打字员帮他打什么，他的手稿啊，把 G 打成 C， 所以我就说嘛，那就是他的笔记嘛。因为论文这玩意儿任何人都知道，你论文的那个打字不会是找人帮忙打的。为什么？因为你写论文的时候一定是边打边想，好，或者是写一段开始打一段然后再去修正。如果你找别人打的话很不方便呢，你打一段回来还要修，只有一种可能性，什么东西？找别人打。我也曾经找过别人打，打什么？打草稿，打笔记，就是说我看完这一整本书以后，我整理出一些东西把它框下来，我希望把这本书或 这十几本书里面的我 highlight 的重点把它变成打字打，然后变成我的笔记或者资料库的一部分，我才会请人帮忙打，假设我忙不过来的话。但是打到我的论文上的每一个字，嘿，我千万不会让别人动，千万别让别人动，因为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所以蔡同学你打出来这个东西就是草稿啊，因为你只有那种所谓的草稿才会请别人帮忙代打嘛。真正写在论文上的字，你是字斟句酌，怎么可能把 G 看成 C 呢？来，今天的这一个每日一词教蔡英文要谈的字是 general。general 呢是什么意思？来，我们先看看每日一词。general 呢就是全体的、普遍的、总体的意思。比方说呢， There is general concern about the rising crime rates， 人们对于普遍的犯罪率的上升感到忧虑。另外 general 还有一个字呢，它的意思是一般来说，比方说呢 generally speaking 之类的。还有呢，另外还可以当一些名词，比方说什么总经理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UN， 或者是 the general manager， 就是总经理的意思。但是 general 没有这个字。好，我们要怎么念 general 这个字呢？G-E-N-E-R-A-L， general 它是一个形容词。 general 为什么念 general？ 因为 G 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可以念成G 这的音，或者是 G
g 的音，比方说 game g a m e game， guts 啊 g u t s guts， general 也可以发成 g g 的音啊 general g e， 所以 g n e general role r a l general 是一般的意思啊，一般协定。蔡同学竟然帮他打字的人把 G 的大写看成了 C 的大写，两个长得很像，所以我再次证明，蔡同学，你请别人帮你打你的笔记跟读书的摘要，最后因为仓促之间被逼着要见公婆，所以你就把你的笔记拿出来充当你的论文，所以我们从头到尾的判断是没有错的。蔡同学再一次证明你荒腔走板，匪夷所思，行舟上高滩。